放心吧，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公私分明，我和薇薇的关系绝不会影响我履行导师的职责。哎，我就想不明白，薇薇人那么好，为什么你总是要对她充满敌意呢？李薇薇人好，我看你是人太蠢了吧。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不就是破了个洞而已吗？什么破了个洞啊？你别跑，来打死你。你陪我来住。别跑，你别跑。想不到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吗？那是。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滚出去。不要。能滚多远滚多远。叫我滚就滚，多没面子。你出去。不要。你出去。不要。出去。不要。能滚多远滚多远。进来。霍总，巴黎那边有消息了，秀场外的监控视频查查。这件事情尤其不能让薇薇知道，有必要的话再去一趟巴黎。好。厉小姐，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问一下，这次比赛你最希望谁能看见？我爸爸，不过我爸爸现在在国外旅游，他应该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节目。哦，原来爸爸在国外也一直有关注比赛啊。对啊，他关注着这个比赛，他还时常鼓励我安慰我，告诉我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要勇敢面对。他刚刚还发微信跟我说要加油。能看得出来你跟你爸爸的关系非常好啊。对啊，我以前也没听过厉总提起过他爸爸呀。我也没听说过。我爸爸是我最重要的人。那你一定非常想赢得比赛，好让爸爸开心。是啊，我不想让爸爸失望，所以我会尽力赢得这场比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设计的图案，以后看到衣服上的这个就是我厉薇薇的设计。蒂芙尼小姐，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吗？各位导师好，我今天呢是选择了一套经典的黑色西装，那我做了一些小小的细节的设计。首先是在领子上面我选择了奢华的缎面，然后呢在缎面的领子上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金属亮片，来增加这件衣服的奢华感。经过岁月的洗礼，荣辱不惊，优雅睿智的老绅士，这是我心目中的父亲，也是我对这次主题的理解。哇哦，感谢来自杜婚纱的 Tiffany 小姐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来自玲珑婚纱的厉薇薇小姐，有请。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没有像其他选手一样选择设计西服，而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款便装呢？因为我爸爸不喜欢穿西服。原来是这样。我想主题既然是父亲的话，当然要设计出爸爸们爱穿的衣服。我采用了柔软透气以及好打理的天丝面料，在版型上也做出了调整，爸爸们可以穿着它跳广场舞打太极，保证360度无束缚感。是啊。还有，
这件衣服可以随时变成背包，方便爸爸们去遛弯的时候顺便买个菜回家。陈一度先生，您对厉薇薇小姐这样的创意有什么评价呢？作为设计师，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厉薇薇的设计充分地考虑到穿着者的需求，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浮夸，在我看来十分难得。好，那我们的作品全部展示完毕了，三位评委该到你们了，可以打分喽。我觉得就是他了。对对对，这个不错。临时加的，你看一下啊。对不起各位，那在评委打分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视频要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次比赛你最希望谁能看见？我爸爸。不过我爸爸现在在国外旅游，他应该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节目。哦，原来爸爸在国外也一直有关注比赛啊。对呀，他一直在关注比赛，而且我跟我爸爸的感情很好，我什么都会跟他说，他刚刚还发微信跟我说要加油。厉薇薇小姐，你一直说你跟你的父亲关系非常好，经常联系，但我刚刚收到消息说你的父亲早就在5年前就因车祸去世了。而且经核实，你的父亲厉度中确实在遇难者名单上。那么厉薇薇小姐，你为什么要有意隐瞒你父亲的死？你去世的父亲是怎么给你发的信息？那些信息的记录都是你伪造的吗？到底在哪里？你先回个微信给我，爸，立刻。爸，爸，你在哪里？现在讲话。你是不是在国外？你在多伦多，你在意大利，你玩疯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接我电话，对不对？你告诉我你活着，你告诉我他们是骗我的，说话，爸，你说话。对不起。其实叔叔他。他5年前就去世了。我想，我想你为什么要骗我？爸，走吧，不然你要在这儿蹲到什么时候？我当搬运工。Thank you.
陈一多，薇薇去哪里了？走了。我问你，她去哪里了？我怎么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厉薇薇利用已经死去的父亲秀亲情，被当场拆穿了。这是不是你设计的？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把厉叔叔的事情说出来，你是会害死他的。像她这种连自己父亲都要利用的女人，会出什么事？你凭什么这么说？厉叔叔的死你也有责任。如果厉叔叔的死跟我有关，那我妈妈的账算在谁头上？我劝你，最好也离他远点。像她这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女人，只会把身边关心她的人都害得没有好下场。你快放手！县长，别打了，别打了，县长！县长，放手！县长，放开，放开！薇薇如果出什么事，我不会放过你。阿杜，你没事吧？你现在心里一定很害怕，这世上最爱你的人走了，再也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包容你，让你依靠。你还很后悔，后悔曾经和他怄气，后悔没有多陪陪他，对他更好一点，也后悔没有告诉他说你有多爱他。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因为我父母也在那辆大巴上。车祸后，是你收养了我，我是你的弟弟。李薇薇，你失忆了吗？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车祸发生后的半年。那天，我在孤儿院外被一群小混混围殴，是你出现救了我。这张是你帮我过十八岁的生日，这张是你送我去美国前我们的合影。薇薇，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痛苦会一天一天的减少，你也不要害怕，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我会代替你爸爸，永远无条件的爱你，包容你，让你依靠。对不起。怎么了？对不起，我把你忘记了。没事啦，我魅力这么大，就算你把我忘了，我也有信心能够让我们回到过去那样。别哭了。好了，批准你再伤心几天，等伤心够了，你就要振作起来哦，好吗？好。霍总，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还是没有厉总的消息。没有消息，继续找。哦。霍总，你看，现在网上都是对厉总的声讨，咱们是不是想想什么办法？不然就算厉总回来，我来解决。
就走。遥控器呢？快开电视。霍总，您对厉薇薇爸爸去世的事情怎么看？是啊，请您谈一谈好吗？说说您的看法。厉薇薇口中的爸爸，其实就是我。厉薇薇是我们霍家的转儿媳，我一直把她当半个女儿来宠爱。我之所以亲自出面澄清，就是不希望大家再为这件事误会厉薇薇。原来是这样啊，那您为什么现在才出来澄清呢？陈总，这事儿你怎么看？我一个字也不信。不过这次厉薇薇好像真的受了很大打击啊，听说到现在仍然行踪不明，已经3天了。你说她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我看她是没脸见人吧。好了，今天就到这儿。谢谢。爸，谢谢你。我已经当众宣布厉薇薇是我们霍家的转儿媳，你们的婚结定了，别再给我节外生枝，我可丢不起这个脸。太不像话了，这件事能拿来炒作吗？怎么一点轻重都分不清呢？薇薇她也是为了公司。薇，你还护着她？一遇到那个厉薇薇你就昏头了。爸，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但是今天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薇薇，真的不用我陪你去？不用了，我厉薇薇哪有那么弱不禁风啊。谢谢你陪着我，我已经没事了。好吧，加油啊。说你在选候补学员。是又怎么样？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满口谎话不择手段的人当导师？我不是。难道拿去世亲人炒作的人不是你？我没有炒作，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说啊。编不下去了吧？你明明可以靠自己的实力赢得这场比赛，却偏偏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我真的是没有看错，厉薇薇，你就是一个毫无廉耻、毫无底线的人。我拜托你，我一定要完成比赛。如果我爸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也不希望我放弃比赛。少在我面前惺惺作态，你说的越多，只会让我更恶心你。这个比赛就真的这么重要？玲珑婚纱和杜正在争取枫丹百货的入场券，唯有赢得冠军，拿下那1亿的订单，玲珑婚纱的销售量才能在短期之间追上杜。这件事情对公司和霍骁来说都很重要。可是霍骁骗了你，你还这么帮他？那谁叫我从小就在霍骁那儿骗吃骗喝呢？拿人手短啊。开玩笑的，霍骁是我的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帮的。
找我？陈总，别紧张嘛，我有些话要说，说完就走。我来是想告诉你，你错怪厉微微了。微微这些年一直无法接受厉叔叔的死，所以不断自我蒙蔽，时间久了常常分不清楚现实和想象。他不是利用死去的爸爸炒作，而是真的以为厉叔叔还活着。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就凭我是厉微微的弟弟，而我的父母也在那场车祸中去世。我无法继续与一个连去世七年都要利用的人合作，本人宣布不再继续担任厉微微的董事。我没有炒作，我是有苦衷的。我拜托你，我一定要完成比赛。如果我爸爸在这里，他也一定希望我不要放弃。对不起，我把你忘记了。你不要生我的气。你不用太担心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你女儿没那么容易被人家打败的，我没那么脆弱。真是教会了徒弟没有师傅啊。你的搏击还是我教你的，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哥，嗯，你相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事可以重来？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是不是值得再给他一次机会？那就要问问你自己的内心，再有原则的人也有突破底线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在你心里十分重要的话，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陈总，替补学员你选好了没有？电视台那边不停派人来催，决赛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让他们再等等。陈总，可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利奥告诉我的。怎么样，你是想来骂我几句是吗？我告诉你，不管你再怎么打击我，我都不会改变主意的。如果你坚持要换学员的话，我就跑去电视台一哭二闹三上吊，反正不会让你得逞。知道了。下一次拍摄后天出发，你尽快准备一下。你答应继续做我导师了？既然你想继续在全国观众面前出丑，我当然不会反对。别瞧不起我。对不起啊，微微。我别说话，把这盘饭吃下去再说。吞下去。喂喂，我。这下不生气了吗？谁跟你说我生气了？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谁对我好，我会不知道吗？对不起啊，那你为什么要逼我吃那么多东西啊？我在惩罚你不信任我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因为爸爸的事情而一蹶不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没有用啊？对不起，微微。好了好了，不用再说对不起了，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已经搞定了陈一度，所以说我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了。不行，我不同意。不同意是吧？老板，再来十串。等等，我这件事情这么定了啊。好了，开始吃吧。民风淳朴的南溪村。那接下来呢，各位要在各自导师的带领之下来入住农庄了。可能接下来几天你们要过几天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与世隔绝的原生态的生活。当然在这里我相信你们会迸发出新的灵感、新的火花。我们要让一贯高大上的婚纱礼服设计跟非常接地气的乡村主题相碰撞，然后呢，你们要设计出非常具有乡村气息的婚纱礼服作品，最后来角逐这个冠军的头衔。好了，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疑问，究竟什么才是最正的当地乡村元素呢？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组啊，早在你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预先为你们准备好了属于你们自己的特别线索，而这些特别线索已经预先藏在了你们即将入住的民宿里面。所以接下来你们就要由抽签来决定一下各自入住的民宿喽。
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到底哪一间民宿是属于你们的。你说吧。二号。二号。哎呀，是我家。三号。我家。哎，我家是二号。你怎么这么着急啊？住我家好啊。哎，住我家一定。我们家呀是最大的，我跟你们说。我家吉利啊。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现在呢，我正式宣布我们喜户合一新生吉利白天然皂液新浪潮服装设计真人秀大赛的决赛正式开始。Let's go！ 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哎，哎，个臭婆娘！哎，怎么了？哎，你们城里人啊，很少有时间到我们乡下来。我基本都待在国外，所以没有机会来。这好香哦！当地特产。哎，周大叔，这是节目组给的线索吗？啊。啊，这有毛线用啊！这个。哎，线索只是辅助，关键还是要靠自己的 feel。你放心，有我这样有实力的导师协助你，最后相信你一定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啊！哎，一定得冠军。好。哇，太美了！哎，这叫合欢花，是我最喜欢的花，也是我们南溪村的村花。啊，这绝对是乡村奢侈品啊！这应该是组委会留下来的线索吧。我先去忙，你们慢慢看啊。好。中式礼服为了突出独特的东方韵味，往往会大面积的使用中国传统刺绣工艺。如果将这个精美的刺绣图案运用到你的新设计上，一定会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作品。杜在制作高端华服上非常有经验，如果你肯放低姿态向我求教，我心情好的时候倒是可以指点你一二。笑什么？没有啊，就是看着你有点出戏了。南溪村的第一场战斗刚刚尘埃落定，那么截止目前呢，每一队选手和导师都已经入住了民宿，同时他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别线索。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我相信所有的选手都会在这纯天然原生态的环境里面找到更多更加别具一格的灵感，也会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看着厉总和陈一度参加真人秀，谢谢，我总会想起一部电影。是罗马假日吗？你用脚丫子看的呀，跟罗马假日有什么关系？是人在囧途吗？大姐，他们可是死对头，来点严肃的行吗？我觉得应该是与狼共舞。这你猜对了，咱俩心灵系真棒。你看啊，明明是死对头，非要假扮和谐，刀光剑影，明争暗斗，看来厉总真是与狼共舞啊。哎，要是呢不看陈一度的人品，光看颜值，看咖位，我觉得他们挺合适的，挺养眼的。那工作时间养什么养？养你个斗鸡眼！都赶紧散了吧，散了！这什么呀？什么呀？这你看这厉微微，我这个 what are you 弄啥嘞？啊！咋呼呼的厉微微想干什么呀？这太不像话了，这个简直一点素质都没有，浮夸！太浮夸！太浮躁了！这种人也能上电视台，我真有点瞧不起他了，让我鄙视他，鄙视他，鄙视他，鄙视，鄙视他，鄙视，鄙视，鄙视，又又欠，真是的，真正的大人物得像勇哥这样的，这抛头露面，你这还参加什么真人秀，多掉价呀，对吧？不过朱秘书啊，你这话说的不错，但是作为我这么有深层实力的，啊，又这么深沉的人物，我觉得我应该放下包袱啊，走向民众，去参加这种亲民节目，更能体现出我的另一面吧。对呀，说的太好了，就是。还有勇哥，像您这种级别的大人物，那却这么平易近人，这是太难得了。过奖过奖。哎，这样吧，朱秘书啊，麻烦你去各大电视台去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像勇哥这样的这种咖位，
这种深层的娱乐节目，尤其是真人秀，我准备与民同乐一把。好的，我现在就去查一下。好，去吧。哎，各个大电视台啊，上卫星的节目啊。欧了。就我这张脸上台啊，哼，秒杀立微微。霍总，我一想到厉总和陈一度在一起，再想到陈一度出现在巴黎火场的事儿，我就各种烦躁。你想想，如果火真的是陈一度放的，那推厉总下水的肯定也是他呀。如果陈一度是那个凶手，微微他一秒钟也不能待在他身边。对了，法国的机票定了吗？定了，下周二晚上的。改签，现在就走。好。如果真的是陈一度做的，他一定会留下痕迹。起床啦！你们穿成这样，一点都不像村里的人，倒像是相好来度假的。哎，来来来，快吃早餐，吃完早餐干活去。来来来，坐坐坐。电视台那边终于来反馈了，我找了好几档特别适合您的真人秀节目。讲，你看，这有一档东南亚电视台的午夜档，叫《宠物萌翻天》。哦。有一个 low 电视台的深夜档《美女与野兽》啊。黄河电视台的黄金档《奔跑吧，怪叔叔》。的来福利正义。哎，朱秘书啊，这些节目档适合我吗？勇哥不喜欢吗？不，你给我整的什么呀？这是让我看看，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不是上星的节目，农村电视台才城乡节目。你赶快再去找。我知道了，最好是星空电视台的啊。对。霍总，咱别跟这老外废话了，你就说这事儿咱怎么办？他们不查，我们自己查。哎，你好，先生您好，我是玲珑行政部的。前几天我们同事是不是拿了一个 U 盘过来修啊？哦，我给您查一下啊。哦，玲珑是有个 U 盘在这里修，不过维修部的人备注说，这个 U 盘因为长时间进水，内部已经腐蚀了，所以我们店也修不了了。要不然我先给您把 U 盘拿过来，您把上次我们留给您的维修单拿来给我们核对一下。好吧，您稍等啊。小姐您好，我来拿我修的 U 盘。哦，好，您稍等啊。玲珑，这个就是。啊，谢谢啊。你们公司的人真奇怪，刚才来个男的也是说来拿 U 盘，结果我这才拿来人就走了。啊，我没叫别人来拿过啊。U 盘彻底损毁，修不好。
这样突然出现。